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的精彩问答时间。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是要来回答有一位观众之前有投稿问的问题。黑羽，你什么时候会穿女装？你的妈妈都那么漂亮了。不好意思 ，excuse me， 我是男的，我妈是女的，我当然不可能穿女装会跟她一样漂亮啊。其实我对女装有兴趣，不是对女装有兴趣，对 cosplay 有兴趣。之前我有想说要不要 cos 看看，大概在我现在先答应各位，在我1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穿女装拍一部影片给各位看。例如像穿女装，然后被男同学扑倒啊，或者是穿女装去干妖啊，或者是说穿女装吃辣泡面啊之类的都有可能。就是我在我1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拍这部影片给各位看，然后也会穿着女装再实况一次。各位说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当然说好啊。可是，我要把我的自尊心丢掉，把我的尊严丢掉。虽然我已经没什么尊严了，但是也没关系啊。好，那希望我这个答案有回答到这位观众的问题。那假如各位观众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，可以在下方网址上填你们想要问的问题。之所以用成表单的原因，是因为说有些人问的问题可能是属于他个人问题，然后比较私密，想要我帮他解决什么心事啊之类的都可以，所以我才用出这个表单。那各位欢迎在下方填表单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请按个喜欢、订阅以及在下方按个留言。各位再见，拜拜。